实际上我们实际上我们今天晚会的下一个节目呢是舞蹈 Bread Line， 请大家一同欣赏舞蹈 Bread Line。
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呢，姑娘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。在这里呢，向所有舞蹈队的姑娘们还有他们的指导老师表达我们最诚挚的谢意。那么同时呢，为了准备今天这场晚会啊，所有的演职员工也可以说是付出了非常辛勤的劳动，度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。那么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奉献给大家一台精彩的晚会，就是为了让今天成为一个欢乐的不眠之夜。下面呢，就请欣赏歌手 Jessie 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《今夜无眠》。
谢谢您小朋友们这个精彩演出，感谢杨琴馆的荣誉，也谢谢你们给我们今天的晚会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，谢谢。的确是非常的精彩啊，在我们。